下面这黄老居士说，可见此经实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称心接谈。这个经呢，实实在在是大慈悲父，就是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如来世尊，这是佛的十种德号。如来什么意思？《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如来者，诸法如意，这句话说的好。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一切法相如其法性，或者我们这样说，一切法相皆是自性，这你就更好懂了。我们的自性在哪里？任何一法都是。所以宗门大彻大悟的人，祖师去勘验他，测验他，在哪里？随便念一法都是，法法皆如啊，无有一法不如。凡圣差别就在迷悟啊，悟的人觉了，成佛菩萨；迷的人不觉，不知道这一切法是自性，所以称他做凡夫。不二法门里面讲凡圣不二。是真的，这个你讲真话。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都跟你讲真话。你不承认，你不敢当，那是什么？你迷了。什么时候你一觉悟啊？原来当下就是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经是世尊称心即谈。即是到顶点了。我们今天所讲到最高峰了，没有比这更高了。究竟圆满，没有比这个更圆满。这也不行，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密藏这个密不是秘密，诸位要晓得，佛法里头没有秘密。有秘密那是不能告诉告人的，佛法里头没有。佛法这个密讲深密，它理太深了，理事都太深了，不容易了解，是迷藏啊！这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在。无边际的世界，诸佛世界，诸佛世界里面的十法界六道里头，教化众生，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诸佛密藏四个字是这个意思，这就和盘托出，没有保留，
啊，像我们对待客人一样，啊，我们把吃的东西连盘子端出来了，啊，全部拿出来了。这个盘子是什么？就这部经。这部经里面内容是什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密藏都在这里头，这很得了啊！啊，所以古大德说《华严法华》，啊，这是大家无比赞叹的两部大经，啊，一乘大经啊。古大德说，都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这个话我承认。啊，我相信净土。你看李老师那么样的劝我，我都没有接受。啊，我接受净土，是我讲华严经。啊，应该也是讲了七八年。啊，有一天忽然之间起了个念头，想到文殊普贤呢，他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啊，这讲经没讲到后面，往后面去翻。啊，翻到后面才翻出来了。这经快要讲完的时候，好像是第39卷，啊，40卷就圆满了，在39卷里面，文殊菩萨，他这里有引，后头会讲到，文殊菩萨发愿往生净土，普贤菩萨也是发愿往生净土，再细细去看，善财童子往53参。证明了，中国人家先入为主啊！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他是个念阿弥陀佛的，修波州三昧啊，专修念佛，求生净土啊！他跟善财讲了21个。念佛法门，刚才我给诸位提到了，这21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啊，与这个诸佛密藏合盘托出啊相应呐、啊。且此念佛法门呢，一切众生本具之化矣。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啊，化是教化，仪是仪式，教化的方式，啊，这个方式从哪来的？众生本具，所以这是属于心得。啊，我们迷失了，佛菩萨把它念出来，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啊，这个仪式就像我们现在在学校这个学习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我们的修学亦复如是，六道里头迷的时间太长了，迷得太深了，啊，一下回不了头啊，得慢慢来，啊，先把最严重的烦恼放下，执着最严重，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跟诸位说，六道就没有了，所以这都是假的。
啊，《金刚经》上佛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你因为有执着，他就现这个相，这梦境呢、啊？执着没有的时候，就醒过来了。啊，醒过来六道没有了，你再找不到了。那醒过来是什么？是什么境界呢？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境界出现了，这个境界还是一个梦境，所以六道梦中之梦啊。啊，四圣怎么来的？四圣分别来的，妄想来的，有妄想有分别，就有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是分别。啊，断掉之后就成佛了。佛妄想没断，就是有起心动念。啊，就无明烦恼没断。他如果对事出事法不起心不动念了，真的醒过来了，这法界没有了。所以跟你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一醒过来之后，就出离十法界了。啊，那个境界是，那境界叫一真法界。真是什么呢？真是永恒不变。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是山河大地，包括星球，它有成住坏空，刹那刹那，它都在变呐、啊，无常啊！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里面的人。他们个个都是不起心、不通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那个世界没有变化。啊，你生到那个世界，化身不是胎身。啊，个个都是金刚不坏身。啊，你那个身相不会衰老，不会生病。啊，身上干净也用不着洗洗刷刷，用不着了。啊，化身啊，这个树木花草啊，永远是春天的样子，不会变啊，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所以叫一真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修什么呢？要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掉啊！习气怎么断法的？没有法子，不理他就完了啊！自自然然断掉啊！这个习气，古人的比喻用酒瓶啊，这个方法很好，酒瓶陈酒的，把酒倒得干干净净，擦得干干净净，确实一滴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那没有法子把它除掉的，啊，只好瓶盖打开放在那个地方，放个一年半年去闻闻没有了，啊，所以那个人在那里修行叫无功用道，他根本就不理会了，随他去吧。啊，可是在那个里面呢，那些法身菩萨神通广大啊，十方世界众生有感，他立刻就有应啊，他就去干这些事情了
啊，有感就有应，那个感应快速的不得了，那是还原观上讲的啊，一念才动，周边法界了啊，无论你动什么念头，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了读了这一部论之后啊，自己要晓得，你起个善念，遍法界虚空界里面，心地清净的人都收到了，这个信息全收到了。就像我们在电视屏幕上一样啊，你的活动他全看到了，你能瞒得了人吗？你起个恶念也全知道了，丝毫隐瞒都没有啊，别以为人不知道啊，全知道啊，你只能隐瞒那些迷惑颠倒的众生，他不知道啊，觉悟的人一个都瞒不住啊。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一个念头周边法界，一个念头出生无尽，那就是它变幻无穷，含容空有啊。大乘教里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真啊，一个念头是这样的，一粒微尘也是这样的，无论是物质或者精神现象全是这样的，而且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啊，这诸位啊，要是学了阿赖耶的三细相，你就知道了啊。阿赖耶的三细相是大乘佛教里头为我们解释宇宙的缘起，哎，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啊，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解释得太清楚了啊，他为什么会这么清楚，是那些人觉悟自己真的的境界啊，不是科学在那里研究观察，在那里推想，不是啊，他亲见的啊，他回归自信了，对于自信里头啊，性相离世因果就全明白了。啊，今天这个地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地球温度为什么会上升？为什么南北极的冰会化掉？为什么到处有这么多地震？佛经讲的清清楚楚。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只要你相信，地球可以立刻恢复正常。不但地球管用，整个宇宙当中这个星系、星球、太空运行，啊，它有正常的轨道，不至于错乱，我们都能做到啊！这科学家没法子的，那为什么会做到？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太阳系是心想生。银河系是心想生的，啊，只要你没有错误的观念，它就正常。啊，你要想怎么样去改造它的话，那就变成异常。啊，科学家搞的是异常。
啊，要人定胜天，啊，要改造这个自然环境，问题出来了。啊，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因为它是你心想生的。你现在有个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它就变成不正常，怎么回事情啊？那从前为什么那么正常？没人想到要改变自然环境，没人有这个念头，所以地球很正常啊。现在的科学天天动念头，啊，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麻烦出来了。出来之后束手无策，多可怜呐！啊，还原观真了不起啊！啊，胡老师胡小林，他从头到尾看了三遍，打电话告诉我。欢喜的不得了啊，看的时候把吃饭喝水上洗手间都忘掉了啊，一看就看十几个钟头。他大家问我这是不是迷了，我有没有问题了，我告诉你，你没有问题，正常的法喜充满了。这饭忘记谁也不敢接到锅的时候，禅悦为师。那你虽然没有证的这个境界，你已经有这种边缘的受用了。啊，这一次到这边来，原来想做这个报告，到这来之后感觉到还不够。还要再深入一层的时候再来做报告，说好。啊，贤首过思这一篇论文不长，真了不起。啊，华严经这些理论修行方法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篇文章里面啊全部都写出来。啊，我们学华严10年了，用了4000多个小时了，后面还很长，所以把贤首过思这篇论文呢，我们就夹在当中来学习。啊，学习了2遍。啊，那再往下来学华严的时候，那个味道不一样。啊，境界不相同了。啊，我们今天再回来看这个无量寿经，那又不一样了。啊，他怎么不欢喜呢？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所以这是众生自性本具的化义。此一句佛号，正如要解所示，即是众生本觉理性，故知此戒而能念之心啊，即是如来果觉。我们要细心体会。啊，这一句佛号就是六字洪名，啊，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像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所说的，他是众生本觉理性，理性就是自性。啊，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他把宇宙万事万物
用六个字来代表，啊，心、想、信是能生、能现，相是所生所现，这是最高的一个层次，啊，宇宙的缘起。啊，第二个层次呢，理事，理事是阿赖耶了。啊，理能变，事呢所变，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啊，能变里面有因有果。所变里头也有因也有果，你看用性相离识因果六个字全部包括进来，啊，这个里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要晓得自信呢，它是能生能现，它不变，啊，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它叫一真法界。啊，到离识这个阶层，能现啊，这个能变所变，那变成阿赖耶识了。啊，那这个里面现象无量无边，啊，它不是不变，变化莫测啊，刹那刹那才变了。啊，我们当时学这个时候也没法说不出来 啊，所以我就想起小时候玩万花筒，那么简单，万花筒你看这个东西结构三个玻璃片啊，里面放几张不同颜色的这个纸片放在里头啊，你这样去转，你看它里面这个变化啊，你怎么转找不到一张相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讲阿赖耶起作用，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就像万花筒一样，啊，万花筒不停地在动，啊，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啊，前念灭，后念起，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什么现象？是一种相似相续相，不是两个相相同的，没有。根本没有相同的，相似啊，相似，像我们看电影啊，我也找了这些道具啊，这是电影的教学啊，这电影的底片啊，你看它在放映机里面1秒钟24张啊，那个镜头开关一幻灯片嘛，镜头一打开，这一张照到荧光幕上去了，啊，再关下来换第二张，它速度太快了，1秒钟24张，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哎呦，好像它在动了，其实它没有动啊，它哪有动啊？张张不一样啊，所以你知道，看把底牌先揭穿之后，相似相续下的，我们这个是这个世界。啊，那么电影你看看，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我们就以为是真的了。那佛说，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的这个速度是什么呢？是1280兆分之1秒，这样的速度在动，我们怎么会知道？24张就把我们骗了。啊，现在告诉你。1秒钟多少张啊？1280兆。啊，这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所以有没有东西存在？没有。万法皆空。
啊，那我们常讲因果不空，因果不空是对什么说的呢？对相续说的，相思相续相讲的。啊，这个里头有因果，告诉你要小心谨慎。啊，向上一着呢，向上一着因果也空了。到常寂光，因果就没有了。啊，回完全回归自信的，哪来的因果啊？啊，常寂光里面连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没有。啊，可是他有见闻觉知，所以见闻觉知是心得。变成阿赖耶，就是一念妄我妄都妄动的时候，变成阿赖耶了。阿赖耶就把自性里面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迷的时候他受想行识，啊，你像江门博士用水实验，啊，水会看会听，那那什么？那受想行识啊，啊，受想行识的源头是什么？源头是见闻觉知，自性里头的见闻觉知。啊，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的能。啊，那佛说的这么清楚，说的这么明白，这科学家没说到的。啊，正报我们含毛毛端，一报微尘。都是这个现象啊！我们通常讲刹那生灭啊，这是真正的概念呢，你还没办法体会啊。要晓得弥勒菩萨所说的啊，这个一弹指32亿8000年，我们从这里才得到一个概念啊。无论是毛端，无论是微尘啊，这都属于物质啊。物质现象里面它就有见闻觉知啊。我们现在是迷了，迷了换句话讲都有受想行识，一毛端里头都有啊。一切毛端，一切微尘通有啊。啊，那现在科学家，我们佛法讲微尘，啊，它的名词，原子、电子，啊，粒子，啊，讲夸克，那都是讲的微尘。啊，这是物质现象，有没有精神？有，有受想行识。啊，基本粒子。它里头有受想行识，啊，它在变化，啊，它听什么人指挥呢？什么人在变化它呢？念头，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它随着我们念头在起变化，我们的念头善，没有一样不善。我们念头不善，就没有一样是善的。那如果我们都是善念，是佛要求我们啊，希望佛弟子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榜样。从哪里做起呢？从六合敬做起。啊，所以佛门这个团体叫僧团啊，僧团。你看我们在讲三皈依的时候啊，皈依僧，众中尊，众就是团体啊，在佛法里面讲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同生活，
共同修行这样一个团体，修六合敬，见合同解，大家的看法想法是一样的，这叫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大家在一起都守规矩，不守规矩就乱了啊，戒律是规矩啊。然后身同住，口无争，意同悦啊，那是欢欢喜喜的在一起。力同均啊，这是讲的说一切供养平等受用啊，没有特殊的。这六合敬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当年在世，大家托钵啊，我托这一钵，这钵供养不错，饭菜很好啊。他托了一钵的时候，那贫穷人家的根就不一样了啊。那我们今天得的这个利怎么办？不是托了之后就吃啊，不可以。他就回去啊，回到僧团，把每个人托的饭统统混合在一起，再分配，是这么吃法的，所以叫一钵千家饭呐。那真的不是假的，他的僧团1255人呢，到外面错，那不是千家饭吗？汇合在一起吃。你看看，利合同均啊！你出去偷到偷不到都没有关系，回家有的是，这大家分啊！利合同均呢、啊，这是什么？真正的共产党啊！不是假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见合同解，我们怎样能够有共同的一个想法看法啊？在我们迷而不觉的时候，没有大彻大悟，我们要依照佛，依照老师，老师的经教啊，我们的思想见解以这个为依据，与经教相应的正知正见，与经教相违背的邪知邪见，我们要转邪为正啊。那个正邪有很多标准，那每个经典都不一样啊，所以各宗各派都不一样，但大同小异，都是真知真见啊。乃至我们今天再把这个眼光扩大，我们看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啊，只要你看政府承认这是正教，我们都尊重，我们也承认那他们的见解也是真知真见啊，这样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啊，才能平等对待啊，才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那么这在人间，这六道在人间啊，如果在声闻，在圆觉，在菩萨，那境界往上提升，标准不一样啊。到菩萨那个标准是自信，与信德相应的真知真见，与自信信德相违背的那邪知邪见都不相同了 啊。所以究竟的标准，绝对的标准是自信啊，是你明心见性，你证得了。没证得之前，那你就跟那些已经证得的人学习，
啊，正德的人告诉我们，那是心得。啊，哪些东西呢？给诸位说，十善业道心得，三规五戒是心得。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是心得，文昌帝君阴之文也是心得，啊，儒家的弟子规是心得，讲的五郎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心得，是诸佛菩萨他们所证得的。啊，我们没有证得，依照他的教诲去做，随顺心得，从这个地方建立真知真见呐，建立见惑同解。啊，所以六合敬怎么修？落实儒释道三个根，就是真正修六合敬，六合敬就落实了。真干了，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不要求别人。你是真佛弟子啊！啊，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活活僧团是这样建立的。啊，绝对不可以拿着这些车马子到处去量人，到处去批评人，那你就犯了大错特错。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你自己做到了，你成就了，你成就肯定感化别人。啊，你一个人肯做，你能感化一家了。这一家都做了，他肯定感化邻居啊，感化你的亲戚朋友啊。所以《弟子规》上讲啊，四佛人人家未必能接受啊，礼佛人别人自自然然就感化啊，这是你自己从本身做起，这就对了。啊，那么既然是众生本觉的理性的自己是众生的啊，众生两个字的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啊，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众缘和合，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啊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四大是什么？四大就是讲原子、电子。啊，现在科学名字是这个。啊，科学家跟我说出了，啊，一个原子，一个电子或者基本粒子，它有四种特性。第一个，它是物质，啊，在高度显微镜之下看到，你能看得到它，啊，它是个物体，它太小了，你摸不到它，你能看到它，啊，那在佛家讲呢，这个性质叫地大，啊，地代表物质，啊，这么小的一个物体的时候，它带电。啊，它带的有阴电、阳电，阳电火大，阴电水大，就是它有湿度，它有温度。啊，湿度是水大，
温度是好大，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它速度很快，动叫风，用风代表，叫风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讲基本物质，基本的例子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念念成形，那个形就是四大，它有这四种现象。行界有时，这句话重要啊。时是什么？事实受想行识。只要是物质，肯定就有受想行识。水是物质，江本博士把它试验出来了，它有受想行识。证明出来了。我是好像四次到日本参加国际会议，有两次是去访问，我到日本去过六次。这六次里面，我有两次访问江本博士的实验室，我去看。他给我详细讲解，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呢，证明水真的有见闻觉知啊！我告诉他，还不止这个现象，你们今天已经看出他有受想行识。这个实验出来了，他也把色相展示给你看了。可是佛经上讲色声香味，讲有这四种现象，你才看到色声香味，你还没有发现。我说你要继续努力，希望你用科学方法把这个水它有应声，它有香味，你能把它实验吃出来，你功德无量啊！这佛在经上讲的任何物质都有受想行识，都有色声香味，用另一种方法了测验出来了。那不是用水你看昨天他们几位在此地报告他用米饭盛三碗饭，一锅煮出来盛三碗饭摆了20天一碗呢，今天赞叹他，赞美他另外一碗呢就讨厌他怨恨他，还有一碗根本不理他。结果20天之后，他天天赞叹这个，这个饭变成黄色，有香味。那个被怨恨的那一碗饭的时候，变得非常难闻了，都变黑了。那个不理他的时候，也变坏了。他真懂得人的意思这是什么？这是视线的时候有色有香有味声音没办法试出来佛给我们讲的完全说试验出来的时候，一切物质都有这个色声香味，都会有这种四种现象出现。这佛法奇妙让科学家努力去把它证实。所以我们的念头跟我们的相貌有关系。要美容
千万不要进美容院啊！你看昨天他们报告美容院多苦啊，花那么多钱糟蹋自己，受多少这些洋罪啊，几乎都要把命都送掉。错了，你只要心好啊，你的相貌就好啊。这相随心转嘛，你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呢？啊，心好，相就好；心好，身体就好，身心健康。啊，不要被人欺骗了，佛菩萨不骗人，都给你讲真实话。你不听，你就听那些美容师的，你不自找苦吃啊？啊，我们要身心健康，要相信自己。啊，念头要善，思想要善，这是十善业道经佛告诉龙王的。啊，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啊，什么法呢？就善法。啊，就这个十善业道。啊，你的思想跟十善业相应，你的见解跟十善业相应，你的言语行为跟十善业相应，你没有一样不善的，身心健康啊，啊，幸福美满了，你真做得到啊，就不能在外面求啊，啊，底下讲，故知此戒而能念之心。即是如来果觉，啊，如来果觉就是自信，啊，自信的果觉，这个戒耳在佛经里面呢，常常看见。它是形容极其微细的念头，啊，是在讲微细到极处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夜弹指32亿8000年，这戒耳那个一念的心，这我们没法子发现，我们今天发现的时候是这夜弹指，啊，一秒钟的1/4，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这是我们凡夫一念，啊，这一念心啊，就是如来果觉，就是心得，就是自性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